对不起啊，糟糕糟糕，好，没有关系，这边的人就会听到贝斯的声音，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真正的大白鲨，贝斯手心怡。Hello， 我是贝斯手心怡。心怡，要不要跟大家聊聊你刚退伍的心情？很辛苦哦，阿公要保重。你是金木一哲老师吗？怎么讲话变成日本人？好啦，不要再废话了，我们来。我刚怎么有泛泛的痛出现？好，好啦，不要再废话，我们赶快唱下一首歌，叫做《你》哦。
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来宾，这是被天使吻过的声音，王菀之。王菀之来自香港的创作歌手。沉默冬天的距离